这可能不大好掰。没有油。那个不用掰了，我觉得，那个菱形不用掰了。扇形那个这个也。不好掰，它这个现在就因为它没有那个不好掰，要不就这样。嗯，行。你用那个什么能行吗？用刀头。你要那个来就好掰。这个油行吗？